刺激大家第四盘竞技模式决赛圈一 v 六十九杀射击，我们是什么玩的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金江起义卷的鸟，小六走一步，兄弟们。极限一 v 四，一对四个丝毫不慌，先扔烟，各种丢闪啊！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把那两个人打在公屏上面，冠军！给兄弟们再送波福利啊！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这个微信啊，回复福利两个字，任何人可以免费领取福利啊！买号卖号，然后呢，提高帧数，加屏幕上边微信啊！主要还是人人可以免费领个福利，既能看到完美的吃鸡，还能领到完美的奖品啊！太帅了，兄弟们！丝滑的一批。简直了、哦！开挂都打不出这样的操作，给兄弟们讲一下，哪有开挂这么流畅的？这其实决赛圈是一 v 六，看到没？就这边两个人，然后山上四个人，那一瞬间其实呢都在对着我，但是呢我其实最猛的还是直接把这个人秒了，这是最猛的一波，瞬间把他给秒了，打后边这个人瞬间秒，这个是最牛逼的。就这一下最牛逼的，不咋还给爆头了。不秒这个的话，其实很难操作。然后这波山上有两个枪线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边还不好过，没法过，你知道吧？这边很难受了，风了个烟就得上了。急必要空手啊，拿枪还不行。很好。好，秒掉两个之后我就知道要一 v 四了，因为这山上的话半天没响了，半天没下来，我还以为不是一 v 四呢。从这个人的包里拉了两个闪进来，然后想准备卡视野，但是对面雷太会玩了，压了两个雷，知道吧？我赶紧跑。好，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劣势了，按理说就已经死了，但是我有烟，封了两个烟，堵住后门，打前门就行了，因为他们可以从后门出进啊。好的，开门还不进来，很会玩。好的，找到第二次关键。OK， 这个时候有一个失误点啊，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发现？这一个白到了，但是没打中，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失误，白到了，但是没打中。